着喉圆在三层楼高，踩着空中脚踏车，超级惬意。但脚踏车突然动也不动，卡在半空中。七号在新竹六福村乐园，一名女游客在搭乘空中脚踏车设施时遭遇设施故障，直接被困在三层楼高的空中。工作人员立刻出动长梯，冒险让游客一阶阶爬下，过程相当紧张，还是会担心会遇到不好的事。但我觉得这种设施它相对来说也安全一点点。停下来还是会怕，虽然说没有危险，但是园方在这一方面还是要加强维护跟维修了。六福村表示，这项设施临时故障，园方立即启动异变小组，派出十多名同仁协助游客脱困。该设施也已经恢复正常运作，未来将持续加强检查与维护，确保游客都能开心平安的游玩。记者何孟谦、朱君毅新竹报道。我是王一仲。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